没想到啊，沈腾和沈凌竟然是同龄人，腾哥只大18天。很值得嘚瑟的事情，我跟舞台上的资深玩家有一位是同龄人，是同龄人。谁？腾哥，真的、啊，真的，因为不是我挑事儿啊，是我们那个导演，他说我之前查了资料了，腾哥比你大18天，你们同年。陈伟霆管比自己小的李诞叫哥，还被吐槽长得太着急。昨天的访问，我说李诞哥，然后后来我问了一下，好像他比我还小，他的年纪比我小。Hello， 李霆哥，哎，伟霆哥你是？给我的心目中是哥哥来的呀，他长得这么着急，这个是破了我的心目中的形象。因为昨天我说完哥之后，我就后来我问一下，我特别期待跟这个前辈合作。沙溢和吴尊就差1岁，长相差距太大，沙溢心态崩了。沙溢跟吴尊是差一岁吗？就差一岁吗？就差一岁。然后那个，我们为什么要提起这个话题？他跟每个人都我们只是随口提一下，不要当真。63岁的吕伟良看望敬老院老人，好家伙，这场面太尴尬了。看完的小伙伴记得点赞关注，下次不迷路哦。